8月23日，大象姑婆杨千嬅在香港举行《六福杨千嬅2007》演唱会的记者会。此次演唱会是杨千嬅继上一次演唱会相隔3年时间的第4次演唱会。记者会上，杨千嬅展示了珠宝商赞助的钻饰。她表示，这次演唱会是她对工作上的一个期待。其实我应该是这次是我自己第4次在香港开演唱会，而且就是相隔了上一个差不多3年时间。其实那个也是我自己一个很大的工作上的一个期待。杨千嬅表示，歌手开演唱会就像是一种回忆。另外，和朱祖儿合作让自己很有新鲜感。他还表示自己会演唱很多以前旧的歌曲。因为歌手开演唱会是很大的意思，也是一种回忆。那这次最大的一个我觉得很有一种新鲜感，对我自己来讲，就是我可以跟朱祖儿合作。这个演唱会我会唱很多之前华星年代开始的一些旧的歌曲。谈起这次的演唱会，杨千嬅表示，和以往的演唱会相比较，这次更注重视觉的效果，让大家不只是在听歌，而且舞台的互动感也更多一些。另外，在形象上也有很多的不同。过往的我开过的都是比较可能在歌曲上分享比较多，视觉效果比较少。这次就应该会也是比较较重那个视觉上的效果，可能在舞台上的一些 props 气氛，希望大家可以有一种不只是听歌，还有一种舞台感的互动多一点。谈起压力，杨千嬅笑称，珠宝的压力就交给保安方面了，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千万的钻石一样的重要。压力本来就是有压力，然后那种extra 的压力我就交给保安方面，因为我觉得我人身的安全跟那个千万的钻石应该差不多重要，所以我那个 extra 的压力我也是交托给那个保安人员方面。